盔、口罩和眼罩，你会联想到什么呢？近期的修订逃犯条例风波引发到多场的示威和冲突，而这些物品似乎已经成为了示威者标志性的打扮。当市民在街道见到这一身打扮又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立刻实测一下。我仲以为呢一身嘅打扮会引起某部分市民负面嘅反应，但原来大家都好似冇乜嘢嘅，有啲人甚至同我讲加油添。虽然今次嘅事件令到香港社会上出现两极嘅意见，但系呢次实测亦都证明咗香港仲系一个好有爱嘅城市。今次我哋实测到呢度，下一次再见啦，拜拜。